欢迎收看《新光人让新闻》。嗨！干嘛干嘛？突然觉得很生疏的感觉。太久没有来了。太久没有太正式了。真的。因为我们今天算是有点半正式。半正式。本就是半正式。对。用一种比较正式的方式来半正式。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呢要来宣传一个电影，帮忙宣传。而且他们两个算是现在蛮夯的怪物新人。哎，帅到爆，连男生都会觉得帅的。你说他们帅不帅？真的，连你也觉得很帅。连我都觉得帅，因为我不太忍。因为通常有一些是那种女生觉得帅，但男生觉得说还好。你是眼睛狗的喇叭、哦、那种对之类的。但这个是我在有看的一些那个他们口碑场的电影。是。就觉得你被吓到了吗？我就被吓到，我要被掰弯了，很想被掰弯。讲、欸、到这里，他们应该就蛮知道说我们今天要介绍哪一部电影。我们今天要介绍就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没错，这一部电影呢，其实就是大获好评，在还没有上映前呢，大家就纷纷的想要就是去看一下口碑场，新闻就蛮大的，而且歌也非常好听。对，所以上个礼拜如果有记者拍到我跟熊熊看电影的话，不要他们觉得是什么。我们是去办正事看口碑场，好不好？对。OK， 我们现在人在法郎，我们就把他们抓出去玩。直接，因为我们等一下其实要带他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但我们不跟他们讲，我们直接去掳人。去掳人，就是直接一找到人就直接掳上车，好不好？走。陈浩森，郑敬华。郑敬华，浩森。哎呦，帅！哎，好。你们两个一般高哦。差不多高。哎、欸，我跟你说，我这样近看你们两个，才发现你们两个是长得不一样的。因为在电影我们在看的时候，他们说好像哦，他们两个长得好像。然后我就一直问他说，到底谁是谁啊？我记得很多人这样讲，对。因为你们有一些角度其实蛮像，但是认真看后面就发现不一样。你跟我长得很像，你怎么会这样、欸？不好意思，不要这么客套好不好？长得很像。我如果跟他长得很像，我会爽。因为他是小金城武，哎，帅哥啊，真的很帅。他的个性跟我比较像，在电影里面的个性。对，可是后面也蛮疯的、哦，他也是有疯的时候。对，他那是精神疯。你意思是说他精神分裂吗？对啊，我是看到我是觉得什么东西。哎呀，好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们慢慢聊。我们先要赶去一个地方。对，然后但是你们不要问。对，我们也不会跟你们说。对，我们先上车，好不好？好，先上车，好好聊。好。有觉得太害怕？疯子不用怕，走了，上车。他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对，哎、欸，我觉得这部电影算好看呢、欸。算吗？对，就是因为我最喜欢里面哪一个桥段，你知道吗？啊，不能讲。可是我又很想讲。那你讲两个字。就是在台中公园那一段。哦。我觉得被压在墙壁上，我整个大笑。大笑。头群众，你先上车。因为我觉得这個、哇，这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那一段呢。我很喜欢啊，哎、欸，怎么弄？小心脚。可以。好，那我就先上车。好。啊，算了，你们先上车。你要干嘛？没有，先上，没事。哎呦，小心。因为是我要来帮忙关门啊。哦，这是电动的、哦，不好意思。司机惊讶，我们要来带一下安全带。哎、欸，我觉得不免俗的，我觉得两位男主角还是要介绍一下自己，因为虽然说大家都认识戏里面的角色，对，戏里面的角色，对，跟嘉汉跟 Birdy 来自己讲一下。我饰演的角色是叫张嘉汉，然后在电影里面大家都叫我阿汉、嗯。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充满爱的一个角色，然后他是一个很勇敢、很单纯，想要为自己去争取。他自己想要的一个角色，这样没错。Birdy， 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王伯德 Birdy， 嗯，那他是一个自由的象征，嗯，对，他外表看起来很疯狂，不受拘束，但是他的情感是非常细腻。哦，哎、欸，我其实看到就是蛮像 Kid 的真实的个性，因为我觉得我看这部电影其实还蛮有感而发的，嗯，就是会觉得说。好像以前的年轻的那一段时间，可能自己就比如说跟兄弟在相处的时候，有时候会分不清楚到底是爱情还是友情，真的会这样子吗？我自己会有一点这样觉得。哦，因为他双鱼座，他其实心思很细腻。哦，我这个角色也是双鱼座。对，我也觉得，我就是觉得就是有那种感觉，然后就会觉得
如果我现在比如说你约我出去玩，嗯，那我如果拒绝你了，你会怕对方受伤？对，我反而会怕对方受伤。嗯，所以我就觉得你们演的有一种就是在我们青涩那个时间，嗯，有时候自己还不是，当然我确定我是喜欢的是女生，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好朋友的话，你会有点分辨不出来，就那个感情会很紧密，紧密到你自己会有点搞混。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哎，这样子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是觉得还蛮好的，蛮好的一部电影这样子。对啊，所以等一下遇到导演的时候，我要好好的问他说，到底这是他人生中的这个电影不就是那个导演的故事吗？对不对？就他的故事，对不对？是导演的初恋故事，是两个导演的。我等一下问问看这样子。对，我们等一下可以问问。而且他们两位哦，就是在那个拍这部电影之前，还被迫逼同居两个月，是被迫还是你们自己很乐意？是剧组安排的，被迫。那怎么被迫？在你们中间过程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吗？一开始是完全不认识，然后住应该蛮尴尬的。我们一开始的其实那时候一开始认识的。哦，一开始就认识了，你们本来就认识吗？我们其实认识一年，只是这一年就是因为静华在高雄读书，上表演课认识，所以我们其实也就是一堂表演课的同班同学，不熟但认识，但知道彼此这样子。对，为什么我现在看你们两个就觉得你们好像真的在一起？对啊，他们很有那个氛围，你们是故意诠释这种感觉，还是说你们现在已经有他们是不是你们是不是搞混了？对，有点入戏，对不对？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我们两个？因为就觉得你们中间有一些粉红泡泡的感觉。而且你这样看他，或是说啊，这个东西就由我来掰，你也不用说，然后你就会稍微这样摸着他一下，然后就一些小动作，忍不住有一些肢体的动作，我两边都摸这样子。其实同居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默契啊，是吧？对，而且我那时候我们不会常常有一起出去玩的时间，是，对，但我们每次见到面，我们都会谈心。还要写日记，写日记，日记在这边。我去看口碑场的时候，我没有拿到这一本，我也没有拿到。然后我好想要，可是我觉得写日记好可爱，而且你们两个的字都很好看哎，是，真的。是导演规定吗？对，那时候他一直希望我们两个之间紧密一点，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算是一个作业了。那这个字都是你们自己的字吗？对，就是、很好看，很好看啊。我们来念一段好了。念 Birdy 写给嘉翰，没有，那嘉翰写给 Birdy 的。对，这是我写给他。好，我敢说出我喜欢谁，你敢不敢？屁呀、啊欸！你们最好是人生中你们会在讲这种话啦。不是，这是那时候这是台词啊台词嘛，对啊，就想说把它写进去。你的难过，因为今天刚好拍到这一场，这一场蛮印象深刻的。可是你们这样根本就像在真的很谈恋爱耶，你们会不会？你学生时期有那种写日记恋爱吗？我是没有，我是跟女生有，对，有哦，对，交换日记这样，就是会自己，我们两个会共写一本，好可爱、啊。然后我写完，然后交给他，然后他换他写给我，真的、哦，你们两个有这样吗？你有吗？我们也会啊、哦。我跟你讲，他们一定都是收到的比他们写出去的还多，一定的啊。他们大概收到100封，然后只回一封。那时候写的时候还都是用铅笔，然后像皮擦就擦得很脏，涂涂改改这样，对，好可爱、哦。我说真的啦，我看完这部电影，我现在看到你们两个，真的不会觉得你们是，比如说，就是反正就是真的会觉得你们两个就是情侣了。我现在就一直有一种我要探讨说到底有没有被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被掰弯？我们已经下戏了，是吗？我们已经下戏了。现在就是好，可是你们这不知道为什么整个肢体动作就是很暧昧。对，我觉得你摸他的那感觉也不像，还是我们两个入戏了，我们两个太入戏了。对，你看像我跟熊熊就是一定是那种有那种就是有爱的，我是比较属于比较色欲的那种。然后你们两个他们是比较清纯纯，好像有经历过一些什么事情。对。可能是因为我们比较害羞吧。你刚刚说你在那个阿汉里面设定是双鱼座嘛？我跟你讲，真正双鱼座就是会这样。那 Birdy 为什么我？对你那时候设定的射手吗？你其实是摩羯。摩羯哦，情感比较那个，比较压一点。有一些秘密不能说。我跟你讲，我直接跟你们讲，那个双鱼座的一个真的很大的个性，就是我为什么一直不去拍戏？为什么？除了不会拍、不会演戏之外，除了我不会演戏之外。
我们很容易入戏，真的，我们会以为我们就是那个戏里面帮你安排很好的角色，然后剧情什么的，然后我就走不出来，我走不出来，你现在就走不出来。OK 了，我跟你讲，这片市场真的是 OK。我在想，其实是我们走不出来，他们一直说他们走出来。我是狮子座，是角色双鱼。但你进去了，等一下，我想要你是演员，我想要听你刚才那个秘密。你说哪个秘密？你刚才不是有说到那是一个秘密？哦，就是就我需要回避吗？好，没有，就是我女朋友是我的。某一个女朋友是那个摩羯这样子，所以我就大概知道，就是还蛮摩羯就什么东西都会藏在内心，这样内心很波涛，但表面看起来很理智，这样大概是这样。所以你到底走出来没有？因为我上身是双鱼的，你看，就是没有走出来嘛。啊，帮你一下啊，没有，开玩笑。跟他说帮你整理一下，帮你整理一下。哎，我跟你讲，这一趴我们本来是要设定玩游戏，不玩了吗？太好聊了，跟他们聊天太好。没有，我们可以边测谎边聊，我也想看他们被电。好，那交出来一下，交出来，有吗？有测谎键，那个电疗很大的。我们有特别帮你们调强，那可以啊。哎，那我再聊一个，就是。因为剧，这个电影的最后面，你们是到外国去拍摄嘛？嗯，那是之前拍的嘛，对不对？在疫情前去拍的。对，是。然后那个时候就，你们就只为了唱那一首歌，然后就去那边玩了一下，我觉得很爽。而且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才接收到后面的歌词，所以我们其实唱得很烂，然后因为又要弹吉他。对。这可以讲吗？没有，可是我们觉得很好，就很青涩那一种。对。然后博森那时候看他说好好哦，就是唱个歌就可以出国，太爽了。我不是，我说，干这两个小子为了唱这首歌，还特地就飞去那边，觉得羡慕，因为现在不能出国，看到你们出国觉得很羡慕。对对对，去那边拍 MV 的感觉。对，因为主要是另外两位演员的戏，我们都很怕剧透，对，所以就是，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哇，这两个应该是在那边真的算是谈一个蜜月旅行，对，蜜月小旅行的感觉，他们两个一定是他们去那边谈恋爱，真的去谈恋爱，对。我看到你们的眼神，真的有爱，有兄弟的爱，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这样好，因为你们是个演员，你们现在在宣传期，真的，你们还不能出戏，你们还是要有一点入戏，对，真的我不知道该看哪里啊。好啦，来啦，我们来测一下谎，因为其实为什么会想要就寄出这个测谎机，就是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我们发现他们除了让我们很入戏，然后跟自己的比如说人生的一些小故事是有雷同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测试看看他们到底两个人会不会因为这么浪漫的一些环境啊，然后这一些电影的一些拍摄上，然后真的在一起。所以等一下问的问题都很扯。来，哎，你会用吗？博森，你帮他用。第一题就是可能就大概会说，你们，我先吗？先放下去，然后按一下前面那个。我来，我知道。好，博森会用。我有点忘记怎么用了。好，先这样子，然后等一下它低了之后就可以问问题。还不会啊，不会。现在还没有电，现在测心跳而已，不要害怕。你现在越紧张越害怕。对，如果它电的话，应该是会痛吗？问题。我刚才化妆的时候电脸就觉得很痛。好，来喽，请问熊熊。来喽。请问，我觉得我比 Birdy 有魅力吗？对。哎呦。哎、欸，要怎么弄？再按一下前面那一颗，哪一片？十大，按。十大哪里？好紧张啊！好紧张哦！你是不是都没放在上面？对，你在骗。有，我放在上面啊。有吗？有电吗？没电吗？没有，没有。真的？他真的觉得他自己比 Birdy 有魅力。好好，再一起，再一起。要压紧吗？要压紧。哦，我真的觉得压紧这件事会怕电，你会怕电，对不对？对啊。好，来吧。好，来。好，来，我跟你讲。多，等一下哦。哎，等一下，你先放开。先放开。因为我发现这个是那个。好，等一下哦。派奇啊。没有。手离开。Loki 离开了。什么东西啊？为什么现在改良了那么老？改良快跳，继续坏。哎呦，我跟你讲，如果等一下真的再坏掉，就不要玩了。
直接要打的。好好，没有啊，再一次啊，试试看。好，我想问一下，我自己问你要加题哈。等下就换那个 Birdy 嘛。对。你们在拍戏的以外时间，有没有私底下偷偷约会过？约会？等下，约会是指什么？就是真的，就是双人约会。双人约会。有约会，但是没有像那种情侣约会。哦，很紧张，哦，那可以，那可以。看我们，结果被电。哎、欸。没有，现在才要好。那再问一个、哦。就是还有没有，因为刚刚那个都还不算，刚刚都应该都没有。他是有回答时间的吗？操作错误。好，你们有私底下除了戏外的时间，嗯，就是戏外的时间接吻过吗？或是洗澡，一起洗澡？对，戏外啊、哦。我们在宣传的时候有接吻过，开心吗？贪吻，他真的是演员啊、哦，我觉得可以换人。我觉得可以换。我是不会說謊。他是属于那一种去做坏事，然后去警察局都测不出来的那一种。欸、真的哎、欸，我跟你讲，你真的很适合。还是他其实没有心跳、欸。你问。好，来，静华，先测心跳，你先按一下 start。没有，现在就可以了。好，被称作怪物新人，我感到很兴奋吗？兴奋吗？没有。没有吗？因为我不觉得是。我不觉得我是天生的演员。有被电吗？麻麻的、欸。我、靠！你怎么那么冷静啊？他说：“等一下，为什么麻麻的？为什么你不会一点点这样？没有感觉吗？一点点而已。”对啊。可是他们刚说很电，还是你本身很耐痛？一个是没有心脏，一个是没有神经，这两个人他超夸张。哎、欸，我跟你哇！这个比较夸张，这个比较夸张，连灯都、欸、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哦，我要不要玩这个了？这个有点好像不太适合你们。我们现在拿那个，所以他刚刚那样叫是代表是应该是有电，有电，但是他可能没有神经，可能又是可能电量没有调最强。我们他们刚刚有啊，他们刚刚说很电，我们一定是我们制作人太怕痛，对啊。他们舍不得你们痛、啊。好了，不管了，我只是想觉得说，就是刚刚那个 Birdy 虽然说只测一题，但是我觉得他刚那个反应，我真的觉得很想好好的认识你一下。就是你怎么，你是平常私底下就是这么冷静的人吗？你自己是什么星座的、啊？我是摩羯。他刚刚就讲摩羯啦、哦。没有，我以为他是说他那个戏里面那个角色也是演摩羯。你私底下就是这么安静吗？我跟我的。很好的朋友，我会才会很疯，很疯。摩羯座都这样子、啊，会超疯、嗯、的，熟的才会，然后熟的人才會。然后可是你平常就是平常啊，大众的状况下是比较活泼那种，还是就是像你现在这样子，冷冷的。我真的要看状况，看状况。你比较怕深情，有时候会突然意外的心情很好，结果就突然就很嗨，很嗨这样。哦，很屌。哎、啊，那你们在拍这个戏啊，我想。知道说他们会让你们有一些什么揣摩对象吗？还是说你们自己自然而然发生起，就是发生成你们两个的感情这样？因为其实这个剧本原本就是导演自己的故事改编，那导演有叫我去参考一些演员的眼神，对、嗯、对，像我是参考张国荣，他是参考梁朝伟，哦，都是以。阿浩森呢？你是参考谁？梁朝伟，他梁朝伟，朝伟，对对对，朝伟哥跟那个国荣哥，国荣哥，国荣。哎、欸，我真的觉得怎么办？我都觉得这部戏应该会打中。嗯，光他们两个长那么帅，还有你心心念念的学妹，主要是看起来这电影过程，你赶紧讲出来啦！操，就是讲出来。好了，我跟你们讲啊，就是我在看，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他在看你们那部，因为你知道女生，我一定是看你们，但他就在看学妹，他就学妹出来就说学妹，我说他在笑很开心，他的脸就是适合当学妹。他说他长得好学妹哦，对，就是可爱，因为你知道我是那种超 man 的那种，就是我就是那种，我看到你们在一些比较激情的时候，我会抓着那个熊熊的手。不行，我看不下去，太嗨了，对，很兴奋，尤其是在你在公园的那一段，嗯，吼，我想直接一拳把那个人埋下去，
不要不要不要，那是阿如导演。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剧在剧情里面的状况下，了解了解。对对对，但是不得不说是演得很贴，我觉得很贴切了。对对、啊欸，可是因为像他们你们两个在戏里面有很多那种很。就是进来一点，很脸红心跳的那种。然后你们自己觉得你们印象最深的，你们不要剧透，嗯，你就讲一下那个感觉情境，嗯，你们有没有真的突然有一秒爱上对方？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前期的训练做得很足够，所以我们两个很熟悉有对方。嗯，我觉得真的让我有感受到脸红心跳是在坟墓那边。哦，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嗯、每一幕我都记得，对，太真的是刻在我们心底。应该看得很开心，我看得很开心。他是有每一幕都看得很开心。有，我们都有做防护，好像有，应该是带过这样子。嗯哼，赞！我觉得那一幕最开心，然后在接下来那一幕就是学妹的开始。真的到那一幕，其实我才觉得我自己就是心跳加速，然后真的有加速，小鹿乱撞的感觉。也没有乱撞啊，就是觉得很热，这样身体热。真的、哦嗯，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很喜欢这部电影？是，Birdy 的那个角色，嗯，真的很像是以前的那个我，嗯。然后，但是我当然就是追求的方式是比较像你在里面一样比较疯狂的那种状态，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很看到 Birdy， 感觉看到你自己。对，还是我等一下看到导演会觉得我未来就是长大就是变这样。因为那是导演的故事，你知道吗？对对对对，因为那导演是阿汉，导演是阿汉的原型，对对对对对。可是 ，Birdy 的有些疯狂的举动是虚导、嗯，但是两个人发生的事件其实就是两位导演监制都发生过的事情交叠在一起。我懂，因为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像里面哦。很烦呢、欸，就是不能都不能讲，不能讲，就是每次都到这边，你自己去看呐、啊，你自己去看呐、啊，对不对？你们自己去看，真的，因为真的蛮值得去看的，是因为我很想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可能我们心中就像我心中，嗯，很清楚我是喜欢女生，嗯，但是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我对于我的好朋友可能会有点采取一个不。模糊的一个阶段、嗯，然后可是可能我们年纪还小的时候，就像他们那时候青春期，对，然后越长越大就越不敢讲出来这种事情，因为就会觉得说，哎呀，你以前这样子怎么样呢、嗯？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可是因为对我来说这没有什么，就是我就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就是看了之后，应该蛮多人。都会回想起以前小时候，可能都会有学生时代的那种情感。一个朋友是让你有这样子感觉的，这样子，嗯，对，我觉得挺好的。对，那你如果有的话，你那个朋友现在还有联络吗？没有联络，现在有联络啊，还是有联络？当然。我们现在整台车啊，就是在过程中，就是有我们两位帅哥一直在救天花板。我们真的觉得对你们很抱歉。对，这个设置啊，我跟你讲，这已经是大概。3年前我们就一直在处理这件事，可是一直处理不好，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想要把它换成更屌的那个状态？没钱、啊，因为没有，不是，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大明星在那边手忙脚乱，然后我觉得很真实，我觉得很有实境感。我们就是想要造成他们的麻烦，我们就是想要让你们有一种就是哎、欸，好像他们真的是跟我们平常一样的人类。对，因为每次你知道，每次只是长得比较帅的人类。对，因为每次那个访问就是电影明星啊，或是那种就是演戏的人，然后我们都觉得他们好像都不太像跟我们一般人是对到频率的，就像你们现在两个，还好吧？没有，就你我觉得静华没有，静华就是有一点，他有一点就是在自己的世界，浩森稍微好一点，对，嗯，是真的。他感觉有一个，他感觉好像现在有一个自己的框框在里面。嗯，嗯啊、还是你们刚出门前你们两个小吵架，有不开心吗？就是他没有帮你洗衣服，然后洗内裤之类的。对，还是没有喂你吃早餐。对，还是没有就是亲你一下。好了，现在亲一下啦。承认了啦，我跟你讲，承认了啦，没事啦，没事啦，现在那么开放，我跟你讲，那天我跟熊去看电影的时候，嗯。哎、欸，有多少人支持你们？就是所有，就是全部都穿上那个彩虹的一些配件，对，然后去看這部電影。他们现场也有发那个蝴蝶彩虹的。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
真的很赞。然后每个人看完之后都一直在那边，没有，我觉得说不定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他们原本是正要在一起，但是暧昧，然后看完之后就直接交往了。而且他觉得说我可以大方的，我敢说喜欢你，你敢吗？好、啊，你敢吗？在一起啊，在一起啊。对，然后也有人看完电影一结束哦，说走那间 motel， 走，受不了了。有他在讲，对，就有人就开始在约了，就已经在订了。在看的时候已经在订房间了。所以我们不是有那个约差软体吗？这一部应该是还不错，约差电影。哎，不要那么乱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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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想太浪漫了，你就会很想要享受当下。对，爱要及时。对对对，对不对？然后所以就是一想要干嘛，那我们就去做，这样对，好不好？哎，我们到了，到。我跟你们说，我们呢，等一下呢会去二楼，然后会去。有惊喜，有惊喜，我们有惊喜要给你们俩。我们直接先切换到惊喜那边去，好不好？对，好。手机，帮我开这个波森，没关系，你们先开去，知道吗？对，波森，哦哦哦，来来来来来来，哎，在后面。然后他刚反而不好用，我还说没关系，你们先走。而且我以为切到二楼去了，所以大家都看到你刚被困在里面。好，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去的这边的二楼。好了，我直接就是点破一个这边，你们有来过吗？你没来过这里。这个是一个酒吧。这个是酒吧，一个同志酒吧。拉科瑞。对，然后但是它很特别，你们等一下进去看，你们就知道。对，然后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在里头。很重要。就是米米，超赞，比对他来说比你们两个还重要，学妹啊！上座的应该是米米才对，应该是要米米，不会，不会，不会，我们其实，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是一开始就被你们的长相有稍微吸引到，对，因为我觉得看电影啊，说真的还是要有帅哥。虽然你电影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分辨他们两个到底谁是谁，你知道到哪边我才分出来吗？我留长发吗？到澎湖的时候。也太久了，真的。而且不是他本身要眼盲啊，眼盲。而且因为我很想要感受那个情绪，你知道我要怎样吗？我还跟熊说，那个买摩托车的是他还是他？对，我就是。然后我在那，我有一半时间慢慢解释，没有，这个是那个谁？对，这个是阿汉，然后这是 Birdy。他说，哦，是哦。对，然后你从前面就分得出来。女生比较认真，而且我还自己以为是导演，之后我说，我想他们两个有可能都同一个人。然后一个是从就天冷，你知道吗？就从后那个以前的来到现在什么？我说他一定会弄一种这种奇怪的烧脑片，对，一种烧脑片。他自己在那边烧，他自己想太多。对，我们可以上去了吗？我们先切到第二现场，学妹，学妹，交给你了。大家好，我是屈和林导演，嗨。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你们知道是今天什么日子吗？今天就是我们的首映会的日子，然后我们的电影要在9月30号上映的，对。然后我是这个电影的编剧跟监制，你是谁？我是邵一梅，米米，我是里面的演员。对，然后你在里面演的是什么？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吴若飞，斑斑。那这个女生其实在那个年代很特别，因为其实那个年代的女生不太敢做自己。那其实这斑斑的角色就很做自己。很多人可能还没看这个电影，想说，哎，不是两个男生的故事吗？怎么多了你这一个人？显然你应该是一个介入人家，然后会被人家讨厌的角色吗？会吗？大家会吗？因为我们特别找了一个比较可爱的，然后就尽量避免大家会讨厌你。那今天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人呢？因为有人就是还在车上，还没到，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等待他们的路上，对。然后大家有没有已经开始看到我们的一些预告啊，或者是甚至大家看完这个电影的心得？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谈的是一个关于在一个禁忌的年代，然后大家必须很勇敢的故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希望大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会有更多的勇敢去表达自己的爱，对。因为其实所有的爱应该是没有任何的距离限制，甚至种族，甚至年龄差，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只要我们确定这个爱是真诚的，我们就应该大胆的说这一份爱，勇敢的爱，对啊，
哎呀，非常同意导演说的，真的好，女神好，女神，哎，来，大家进来，哇，到齐都到齐，学妹，哎，学妹，我们不要挡住，哎，不要挡，没关系，没事，不要挡住学妹，学妹很娇小，学妹，我跟你说，我刚刚已经在车上跟他们，哎，导演好，导演好，导演好，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刚刚会如此兴奋，是因为我们在看完电影之后。我就是印象最深刻就是学妹，她从头到尾都在喊学妹，然后学妹，我跟你讲，你一出来，她就会用那种很花枝乱颤的笑说学妹。我说这学妹太可爱了，好可爱哈。然后而且她在里面演学妹，就是她的脸就是学妹脸，脸上写着学妹两个字。对对，真的，哎，导演。我先必须还是要跟你讲，这电影真的很好看，真的吗？真的很好看，谢谢谢谢，你的火锅也很好吃。真的假的？你有去吃过？有啊有啊，你还请我，你忘了？我忘记了。还是你们的店员就说，哎 ，Kid 说知道你今天你有来，所以就说这一摊他买了。自作主张。有他们他应该是他应该是很喜欢导演你们的作品。哦。所以这剧情。所以你不能把他开除。不会。哎，导演这部那个电影。听说就是自己以前的一个故事，不是我的，是我同学的，对，刘广辉导演，对他现在应该也还在路上，因为还没到日，对，因为我们今天大家都很忙，对，因为大家因为今天首映嘛，所以哇，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厅，然后所以很多的贵宾，我们现在都陆续的在邀约当中。哦，那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今天哦，所以今天上映嘛，明天30号，30号上映，对对对，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我跟熊熊都去看过口碑场，然后非常好看，口碑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就刚才车上聊到说很多的就是桥段男同志啊看完之后马上就一看完就马上就是大方的在开晒恩爱，我觉得谁看都可以，像你看学妹也很好，对，那你看谁啊？你看他看学妹，那你看我看他们两个两位学长，一定要看。对，没有，其实我主要最看的是在那个里面有一场在台中公园的那场戏。哦，你想争取一些角色的可能，但没办法，已经拍完了。我们如果有拍续集的话，你就可以来争取那个角色哦。他想要加入跟学妹的对手戏就可以了。哦，学妹，不想学妹太年轻了，学妹你可以叫她阿北。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电影就是要讲说爱情没有任何限制，对，不管是年龄、身高什么都没有，真的吗？只要有爱就可以，他已经成年了，所以要追求也是 OK 的。真的吗？导演一句话，我 OK 啦，我 OK 啦，不要这样荼毒学妹吧。我觉得我把学妹推入火坑的感觉，而且学妹就是你看她现在18岁，什么事情都是遇到第一次，像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就是同志酒吧，对，然后这也是你应该也是第一次来吧？你应该还没喝过酒，你第二次没有喝过酒，我没有喝过酒。那第一次去哪里？第一次是因为上表演课，然后老师为了要就是觉得我们很辛劳，然后觉得带我们出去玩。可是我其实去也只是点奶昔而已，我不喝酒。可爱哦。浩森跟静华，你们不是也因为这部戏而去那个同志酒吧吗？那是你们第一次去吗？对，那是我第一次。你们去应该超吃香的吧？我跟你讲，你们不是去有遇到一个故事吗？你要不要自己讲一下？我不知道你说哪一个故事。就是你被强吻的故事。也没有被强吻了，差一点。哦，他就是我们结束之后，就有一个朋友，对，反正他就在外面花圃那边，他就说，我觉得你的嘴唇好性感，可以亲软嘴唇。然后是浩森救了你。没有，是导演救。导演救了你。刘导救了我。怎么救你？直接把你抓过来，就是他说不好意思，他是我的，抓过来亲家。我觉得其实从这件事情也发现到说，现在要表达爱这件事情很容易。是我喜欢你的时候，我可以那个亲你吗？自身吧，我可以亲你吗？但是在那个年代其实很难，对，不能说出口。对。刚刚我那个导演，我刚刚在那个车上跟他们聊到说，其实就是很多的青少年啊，然后就包括我自己，可能你青少年，他说以前、oh, okay. 就是以前都可能会发生一个就是有一个好朋友 ，OK， 然后可能你跟他的感情很默契，可是有点分不出来是爱情还是友情，是，尤其女生特别多，对，因为手怕娇嘛，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看完电影除了很好看，然后。那个男主角、女主角都很漂亮，很帅。然后其实他给我的感觉是，可以多想一些以前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好的。对，其实我觉得，对不起哦，我觉得美的事情大家都会欣赏。
所以比如说像他们两个男的这么帅，其实某个部分我也觉得哇，跟他们两个一起去看个电影喝个咖啡也蛮好的，很棒。所以我觉得人其实不用给自己那么多的限制，是喜欢就表达。对，对不起，你说。对啊，那导演都讲了，你们要不要承认？承认什么？他一直觉得我们两个真的在一起，真的在一起，因为他们两个一直有那种粉红泡泡的氛围。我觉得我们两个承认了吧。导演又在救，导演很喜欢救，他很喜欢救，救场，他很救来救去的。好，但是我觉得导演这样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人很好的导演，但是我觉得导演还是有专业的地方。对，就是他等一下呢，想要就请两位演员好在这个直播的状态下，好好的再演一场，就是里面。一些经典的桥段，好不好？而且导演已经都指定设定好了。对，但如果跟有跟如果那个导演有要跟学妹的桥段的话，我是可以。但是学妹的桥段在电影里面都会比较剑拔弩张一点。啊，我可是我会那个会情不自禁，对，情不自禁的就是改变一下剧本，他会自己改改编。好啦，那导演你要不要来考验一下？好啊，你要设定一下。俊华跟浩森。好，因为其实我们的主题曲是卢广仲唱的嘛，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对。然后 MV 的画面一开始就是一个蛮精彩跟经典的一场戏，对对。然后很多人因为那场戏就进来看。你知道那一场戏，我觉得你演的就是超好。真的吗？就是你那个，干嘛了？就很震撼我，真的很像我以前。你一直在套路自己，好啦，我先看一下看，我有想，我想蛮想要就是现场看一下，重新再看一次，对对对，好，我们就再来一个现场版的，可以吗？两位，好，所以我们现在你不要想这是，我可以放，不要想这是浴室，可以啊，想的是海滩的部分，对，这里是沙滩，对，然后旁边有海，有海，蓝蓝的天，对，想象，蓝蓝的天，你们下雨吗？那我们是怎么样？那我们这边吗？我们需要让位置给他们。我们在包厢里，我们在包厢里，包厢里面吗？我们在包厢，我们是 KTV 包，他那个 MV， 以前有那种 MTV 的包厢，哦，我们就坐在这里。我们是那个摇滚区，摇滚区，对对对，看就是可以，在这里演吗？可以干嘛？所以你对一对，对，就是分开，你就往前走。那这个包厢留给你，那我跟他就到另外一个包厢，是这样吗？这样是最好，开玩笑的啦。我会帮你做。没有，现在是让他们准备时间 ，OK 吗？好了，好了，好了 ，OK。你们不要走太远哦。好，好吧，就是这一个范围内。我要继续往前走吗？还是我就站在这里？你再靠近一点吧，再靠近一点。然后我们好这样子，我们你从这里开始走，然后我们走到这边演出，这样好不好 ？OK。好，摄影大哥 OK 吗？好，好，来要准备哦。回到那一年，夏天海边 ，Action。张嘉翰，你要走都不理你哦。我说真的哦。你什么时候理过我？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理过我？我们不喊咖看会怎样？不要喊咖，不要亲下去，不要亲下去。直接情不自禁，怎么你过我，然后直接拿起。每次都在这里说，哦，对了，你们说不要，因为接下来就是会一直在宣传期。对，然后请不要，你们不要面对镜头。对啊，你们可以先回来。我觉得你们这个桥段会被曲导弄到说，来演一下，演一下，来演一下，演八百次，对，一直演。对，然后等下阿安说，你真的不要理我，好累，你真的不要理我，不要再理我了。对。而且他们越演越不气，越太爱了，太爱，已经越来越爱。这个就是舍不得凶对方，就是那个凶，有时候我自己旁边看有点不忍心。真的，对，因为我觉得像两个大男生，然后在这么生气的时候，他不是说不是那种脏话，是那种我不理你了，很可爱，很娇羞，很反而那种可爱。可是你也觉得他真的很生气，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那一段我真的觉得蛮经典的。真的蛮绝。你要演吗？你要不要跟学妹演一段？该换愿意吗？愿意吗？学妹演一模一样的。学妹，你演那个，你不理你了。你说我不理你了，然后再跑回去找他。没关系，没关系。他想要你追，他想要被你追逐的感觉。
你等下主要是后面那一 part， 主要是你等下推他要手下留情哦。好好好，要不然他很娇弱，对，一推可能会推到外面去。我不会推他，我会，他会抱他，他会保护你。啊，不要吵。好，我们再回到那个 MV 包厢里面。好，导演再帮我们导一下，再帮我们导。OK， 收的收的，快快快。人家早就不理你，我说真的。Kit 学长是很会演戏的。好，那我要叫阿海，就叫他博生。我是有演过电影的。对。好 ，OK， 来准备，来三二 ，Action。博生，人家早就不理你哦。我是说真的哦。哎，前辈，前辈，救命啊！前辈，你不要不理我。拜拜。前辈。打电话叫警察，快点！什么变态的桥段？不是有那个很近很近？那刚刚叫 call 警，怎么办？call 警？对对对，帮我打报警。对，开始学妹在那个海边奔跑。哎，你看，报警！我觉得演员真的是很厉害，演员厉害到说，就是现在现场这么多跟电影完全没关系的人，他们可以马上进入情绪，情绪。像我刚刚跟他就完全整个乱演。你刚刚笑我。不是你太真实了，你说他太真实了，想马上进入情绪，情绪真的是，他是马上可以进入那个扑倒的情绪，没有错，我是马，随时像小熊都会是个马上，好吗？啊，好啦，哎，还要演吗？我觉得哦，再还有一段是再演一段，对，我觉得我们今天根本就是赚到，对啊，可以这样子看到现场两位男明星这样子尬戏，亲情，哎，我真的觉得你们俩。真的应该是在一起，很配。我觉得观众入戏都会这样想，真的、oh, OK 的。代、欸、代表这部电影拍的，就会一直想要祝福他们。只要不要想到说这是导演自己的爱情故事就可以了。我每次看电影，因为那个代换，我都是那种，比如说看完了，我可能就稍微讨论一下，对，没那么入戏。我是在想说刚刚到底在演什么？是，我是上礼拜看的，我到现在还在那个戏里面。哦。还在入戏，我就想说，到底你是入戏学妹吧，是不是已经让我演到说看到谁我喜欢就直接上场上前示爱？太可怕了吧！好啦，哎、欸，还有一段导演，你想要你想要他们演哪一段？我们要演哪一段？我也都可以。但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可以演哪一段啊？我敢说出我喜欢哦，你敢不敢？在家里的那一段 ，OK OK， 好啊。哦，都是情绪很重的戏耶，那很，哎、欸，各位，发生的喉咙，我们今天在这里只是稍微揣。张家翰，你可不可以不要是卡，然后就接你的？好、啊，好、嗯，好 ，OK 吗？好，可以。词都还记得哈？一定记得，因为他每天现在都在讲啊。哦、好，抓出他们同居，在哪里啊？就在这里好了，好不好？这边，对对，这里吗？嗯，因为他们其实很抱歉要你们在浴室前面做这件事情，没事啦。嗯，这里好了，这里好，可以哦，来准备，三、二 ，Action。张家翰，你可不可以不要是卡、啊？我敢说出我喜欢谁，你敢不敢？你敢不敢？好，我哭了。哎、欸，他们的眼睛很有爱，他们是爱心呢、啊。当初挑选到他们两个，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的眼神都很迷人，真的，真的很迷人。然后我们就很敢拍大特写嘛。对啊。对不对？他们帅的不要不要。如果我们拍 Kit， 就会拍全身。哎、欸，导演，不能，因为你的身材很好。赶快转一下，身材很好。徐导真的很会讲话。对啊，真的。对啊，身材很好。现在有。其实刚刚有讲到眼神，因为我觉得是导演的这个视角。可是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这样子看到，就是很多他们就是两个男明星在这样子的近距离的对戏的时候，我们观众是看得很爽的。它是一种。不像是什么动作片，他们那是爆破很爽，對對對他们是那种近距离，然后我们就是很，他其实是一种心脏会这样啪啪啪啪，很害羞的嘞，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欢迎另外一个大来宾，哎呦，我们的刘导来了，欢迎刘导，你好，哇，没有穿制服哎，没事啦。刘导来，画面我们就塞不下了，塞不下了，不会不会不会，我们不会塞，大家都侧身，没事啊，可以。刘导，我们要。还是这样子，要聊聊天，要讲讲话，就是这部电影
怎么样？讲一下，就是这部电视为什么可以拍出这么好看？你看了吗？我看了，当然，真的吗？一定要看一下。到今天还走不出来，真的走不出来吗？走到路上都喜欢看到人就想抱。我最想要演的就是在台中公园的那一段。哦，就是那个不破梗，不破梗，不破梗，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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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破梗不破梗，就是一个很可爱野外的机器，越讲越糊的样子。导演，我想问一下，这两位就是男星，你觉得他们演的有到你的位置吗？就是你心中的那个位置？我觉得比我们当初设定想象的，其实都他们都给出更多，更好。对。然后他在表演的过程，其实我们就是做了很多表演准备的功课，让他们住在一起啊，培养默契啊，然后上很多表演课，然后一起去同志酒吧去认识同志啊，等等。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们其实那个默契一直建立起来，所以一直到我们正式开拍的时候，我们其实本来也是有一点担心，因为这两位也都算是比较是新人嘛。然后可是真的拍的时候，他给我们的能量是爆表，真的就是爆表，让我们就觉得很放心这样子。是，而且就是在演的过程，他们其实默契其实一直在成长，所以后来我们都不用讲，他们自己就会去，就有些人就是很多他们小动作自己就会长出来。反而要阻止说会不会太多太多太多，有时候太多太甜太多了，对，给太多糖也不行。我其实很难想象，如果在那个片场，他们到底是怎样，这个相处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演员们都已经在入戏状态，所以他们如果在不是他们戏的时候，你们两个也是都在坐在旁边那边谈恋爱，那边这样干嘛干嘛的？没有啦，就是我们的拍戏又在救。救场王，就拍戏就像家人一样，是。所以到后来，我们其实像是在同一艘船上共患难的，船上哦，不是床上，同一艘船上共患难的。对。然后，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是，比如他们有重场情绪的时候，那个彼此给的能量是很够的。是。然后就算不是拍到他们给出来的东西，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拉背的时候，你们像这样拍，对。然后我在演哭泣，他在那里笑。你知道以前有些欺负人的演员这样，那他们其实都给很真很足的情绪。是，因为其实这部电影应该现在是号称就是现在这个已经到年尾了嘛，是最被看好的一部电影。然后其实我们自己当初要去看之前也蛮期待的，然后看完之后，口碑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其实底下的观众就是看了之后，就是最可以表现出这部电影好不好看，我觉得是。他们每一个人看完，我跟熊熊去看的时候，也冒爱心，两个就一对一对去看，每个都超就特别浪漫的离开，变得很恩爱，对，变得很爱，然后有些还是这样坐在那边有点舍不得离开这样，啊，有些是已经打量到模特要去约了这样，对，有些是急着离开，急着离开，有些是舍不得离开，对，好了，我想今天呢，我觉得要让这个两位等。好，没问题。就是我觉得要让导演跟我们的制片呢，就是好好的再讲一下这个电影的部分。那我先上去楼上，因为我有个惊喜要送给他们，對，所以等一下呢，我先上去安排一下，好，你们先处理一下。OK， 没问题。好，我先上。好。好，那我们请那个徐导跟刘导来再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来看这个电影。30号要上映，然后我们其实昨天刚结束我们的口碑场，是，然后我们就其实一直都在跟演员，然后我们大家演员一起跑映后，然后我们就收到很多的回馈，我们虽然还没有正式上映，已经有一些观众已经7刷8刷了这样子，就是非常的喜欢我们的电影，然后每次他们都看到不同的细节，对，比如说为什么那衣服格子的颜色长大会变成那个样子，为什么那个表，为什么小时候是在Birdy 身上，为什么你又要破梗了？这样也破梗吗？当然了，那个刘导忍不住一点，这是彩蛋呢、哦，这是彩蛋吗？行，不要在这里，好，那请剪掉。我们这是直播，就算是送给他们的傻逼，你知道我是救场王，真的，他是那个回场爆料王，真的，对，因为我是搞不清楚怎么能讲什么，我太不懂爆梗。我跟你讲，我们刚刚在车上也是，就是一猜我在讲到一半就卡住，讲到一半。对，但是我跟你讲，金华，我们是。要送给，因为你刚刚不是说你们之前刘导带你们去那个同志酒吧嘛，然后不是遇到的那个强吻的戏嘛，那因为你们这部刻在心里的名字就是说爱要及时，然后我们帮你找到那个人，他追你追到这里，他等一下会再出现，但我不知道他无预警的出现在哪里，真的假的？真的，哇哦，可能在楼上，也可能在楼下，我只先提醒你，好，然后我们先去楼上看表演，走、oh, OK 是一个 Hunger Game 的感觉。所以是给我万华区的，没有，不是给你，但是那个同志的酒吧，然
然后其实我自己个人呢，蛮喜欢去同志酒吧的，因为在里面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行情非常好。所以呢，今天Locker Room 他们非常的贴心，就是在他们还没开门之前呢，就是特地的要准备一部一个舞蹈来给我们的各位演员还有导演们。所以呢，等一下呢，我们就邀请各位演员还有导演一起来欣赏这个非常专门是这部电影的一个秀，这样子。这是一个淋浴间吗？这是一个淋浴间。刘导没来过这里，对不对？哎，这里非常的棒。等一下你可以感受到说他们的用心，我是觉得很用心。而且他们这个其实是晚上开的，是真的是支持这个电影，然后也支持我们，所以他们特别开放下午场。对，下午对。那各位观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喽。宣传哦，就可以撕到连导演都全身湿了。你看一下你们怎么对导演的。不好意思，有导演这样出来全身湿的吗？最中间。啊，谢谢谢谢。而且他们都没闪，你知道刚刚后面那个水，真的他正这样闭眼睛，你为什么脸不撇过去？你怎么那么老实？对，但是我想，第一个遇水则发，遇水则发。对，第二个，我觉得来到这个地方其实也蛮应景的，因为其实，在电影里头也很多这样子的场景。对不对？我们现在还是不能剧透，但是其实很多的一些很重要的剧情都在这种那个里面。然后 g
给我们一些男主角或是导演一些些卫生纸，把他们脸上全湿。我看了，我觉得不好意思，我真的觉得很抱歉，好不好意思，能憋笑。对对对，来来来来，你好兴奋啊！因为我刚刚真的被学妹来来来，哎，学妹怎么样？学妹讲一下，学妹讲一下。我觉得就是很震撼，而且我们旁边是墙壁，我们真的没办法再往后。你地方跪了，其实很想跑，是不是？很想绕跑。第一次看到直播化妆是直接冲进来哦，直接来人武装武装哦，来来来，给他们拍谁还在直播哦，拍谁啊？拍谁啊？对对对，哎呀，给自己鼓掌笑，给他鼓掌，不要感冒，笑是会冷吗？我还好，我还好，还好。你看到浩森更新完就热了，是不是？很热很热。哎，你一定会去看这部电影吧？我已经看了，你看了吗？很好看，对不对？好看，很好看。有讲你们的心声，有把你们的心声一起表现出来。有有有，而且两位真的是，刚是有挣扎、挣脱而出的感觉。有有有，好了解。那裤子怎么了？裤子，他为什么撕不掉？对啊，我刚已经练太紧了。对，我看到他们太紧张，我力道才使不上。哦，了解了解。太害羞了，因为那个要很用力。然后看到他们太帅，你刚刚叫静华，静华在帮你撕。对，一人一脚。下次，下次，下次。好，我觉得那个，等一下呢，我觉得他让老师先休息一下。对，我们想跟他等一下学妹有一段表演。对，没错，因为等一下，学妹要帮我们做一段非常厉害的演出，因为她从小就是学舞、学跳舞的。可以吧？有水吗？可以吧？没有水啦。刘导想说，如果有水，你要先走，他先撑伞。所以上面可能还有点湿湿的，等一下小心。你要小心，然后我会帮你扶上去，你要小心哦。他会扶你下来。你要小心哦，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导演。OK 吗？学妹准备好了吗？可以吗？好，那我们就请。谢谢。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刚刚这样一排就只有我在那边兴奋，代表什么？代表是我只有我对学妹有兴趣。有，他们也都好像没有开心啊。两位男主角一定是一直在想着彼此，他眼睛是在看这边，他们是在担心学妹跌倒，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没。因为正常的男性都一定会像我一样，就是哇，好可爱，好可爱，真的，承认吧。对，我们。阿贝，你被逼到，被逼到，逼到。哎，好了，我想太精彩，今天我觉得还是要请导演或者是男女主角，就是好好的宣传一下我们的这一部电影，我觉得非常值得要去看一下。顺便让多拉老师帮他们宣传一下，你们先讲。对，你先讲。徐导，你先讲。徐导。哦，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身边很多人都已经告诉你们这个电影有多好看了，所以我们自己也不用。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大家期待很久了，明天三十号开始，对，就可以在戏院一刷二刷三刷四刷五刷了，让我们刷起来，把所有的暴富都给我们吧。好，好，好，暴富性消费。对对对对，来刘导说一下。就是这个片子呢，如果你是初恋过的人，你要看。如果你还没初恋过的人，你也来体会一下那种撕心裂肺初恋爱的感觉。然后如果你有一个很久没看到的失恋已久的你爱过的人，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哇，这个
那个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九月三十号跟大家见面。一定要看。哇、wow, 嗯，嗯嗯，哎、欸，那好屌哦、喔。对。我要去二刷了。二刷。好，我觉得呢，那因为导演跟监制主要讲电影，那我们三个就讲自己的角色好了。好就是我觉得张家汉这个角色呢，非常的单纯勇敢，这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就是那么单纯勇敢的地方。我希望你们看完电影之后，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阿汉，然后让这个世界更充满爱。哦，爱要及时，爱要及时，来拥抱一下，爱要及时。我现在已经跟大家讲说，爱要及时了。马上来，舔一下。我跟你讲，他在铺梗，因为等一下学妹讲的时候，他就也会爆。哎、欸，你刚破梗啦、啊！好烦的你。那米米，等一下最后。好。我觉得这是一部你可以自己一个人看，你也可以带你的伴侣看，然后也可以带你的家人朋友看。就是这是一部里面。讲的不只是爱情，也讲到家庭，也讲到友情这一块。对，对我觉得这是一部献给生活中每个人的一部电影。对，九月三十，我们电影院见。哎、欸，我觉得顺带一提，就是里面其实也看到很多妈妈的伟大。是，对，我觉得这部戏真的是也讲到多妈妈，这是她的承受力，好像也比爸爸强很多。特别是那个年代的台湾的那种女性，是是是是，所以看到的其实又是很多层面上面的一些，我觉得导演很厉害，都有一些把里面的细节东西那个表现出来，我觉得很谢谢你这样子。谢谢。来，米米，米米来，爱要及时，爱要及时。忍住。我叫做邵艺美米米，那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吴若飞斑斑。那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在那个年代真的很令人心疼，就是他真的已经很做自己，然后呢为了自己很追求的爱去努力了，虽然说最后面的结果可能不是他真正心中想要的，但我觉得这也是他这一段初恋学到的事情。那其实真的爱要及时，要你真的爱他就要马上讲出来，不然你就会造成别人的遗憾。我爱你。哦，是什么？不是这种，有点急啊，有点太急，还是要过程啊，过程还是比较重要，不然被人家觉得是变态。还是要有一些铺陈啊。对对对，要先相处。哎、欸，好，那我觉得刚刚是以导演讲嘛，然后演员讲，我觉得要有一个观众来讲看看。观众的角度，老师，老师讲一下啦。好了，你共几类啦？就是这部片真的是非常的感人，我在电影院里面就是大概哭了两三次这样子。真的、哦。嗯，对。然后不能剧透嘛，反正你们自己去看。然后就是两位演员真的是演得非常的好。然后长得又这么帅，嗯，你是不是想抱一下？我可以吗？你抱一下啦，你去啦。那你抱一下。好，去啦。爱要及时，爱要及时。故意放开。哎呀，嘉宾，你刚刚你全身很湿啦，走开啦。你身上太湿了，太湿了。擦过了。啊，很香。还在那边嘞。谁穿你玩的？都很香。哎 ，Hello， 我看谁快下来。滚呐，老是滚。这不能太多，这不能太多。那你们记得在直播下面留言说，哎，我为什么会想要看这部电影，然后或者是为什么会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然后我就会选出三个人，然后送你们赠品这样子。对，是的，今天的那个让新闻应该看得出来，连我们主持人都非常推这部电影，因为我们真的很热爱这部电影，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好不好？我们星光娱乐新闻下礼拜见，拜拜，拜拜，要去看哦，去看一下，谢谢。